干啥呀？一直不搭理我啊，就是不想搭理你啊。又咋的了？不知道，你跟着我洗澡。哎呀啊！有热水，水龙头往那边一掰就行。干啥呀？啊？咋的了？不好吧？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整的我热血沸腾。去，你出去吧，你去。出去。完事儿了，姑娘，你去洗去吧，完事儿了。完事儿了，快去吧。好，那我去洗去了。哎呀，继续享受我的孤独，又咋的了？那不搁那挂着呢吗？不都那样吗？天天净事儿。